直接把它砸坏怎样？直接就砸坏。所以这打不开了，已经打不开是不是？用撬的。是。没有入客，所以他们觉得这样子的生意经营对他们来讲是会有压力的。当初他们就是联系我们说4000万，让我们把整个饭店平转。嗯，就是转到我们的名下。我们是房东，我们 是房东，照理讲应该这个部分不是他们来决定。九月份的租金就已经没有支付给我们，然后没有支付给我们之后，他们就开了这个一个非常不合理的，就是说4000万把整个饭店盘给我们的意思。这个讯息送达我们之后，他们是没有告知我们的情况下，就把整个像饭店这样子破坏，然后把东西都搬走。我们根本就是他们单方面的去做了这样子的事情，我们是不知情的，是就还在协调的情况下。像我们的这个门锁啊，我们所有整个饭店的所有的门锁都被破坏了，现在只剩下好像3个房间左右是门可以打开的，其他的几乎就是全部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进去。还有啊，像坡漆啊、墙壁啊，这个像我们根本就都没有办法。你看，像厕所也是。整个就是恶意的把它损毁了。其实认真讲，已经找不到一个是完整的地方。你看，像光我们的门锁就必须要4-500万跑掉。那你看，在这些东西这样轻轻出估2-3千万是需要的。那我们现在是有采取一些怎样的法律动作？我们昨天晚上接到通知的时候，就已经到警局备案。